名侦探柯南、哆啦 A 梦、火影忍者，还有妖怪系列的著名动画，拢系日本动漫大师小坂公全改动画制作团去做改。其最近呢，系收到邀请去屏东台后分享日本的下届动漫产业，你进行了西方日本动画重要的方式，好搞新鲜好上，拢好多进度。アニメーションの絵を描く人のことを。アニメーターと言います。涉犯共存是日本替先给通发研发时同钢之头言，也是东京通漫专门合搞的告状。其亲身示范，日本还维持给两地通发专业模式，增加台湾同日本的通发技术交流。結果的にあまり台湾と日本の仕事的な交流というのはないのは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ただアニメーションというのは普遍的な技術というものが 2D、3D に限らずありますので、その辺で。皆さんのお役に立て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でこの台湾に私は来ております。有将涉犯公存都获告人讲嘅，屏东大学处理高速总总监表示，日本发展两地通发为主流，台湾早期嘅通发上系以推广为主，多间还冇属于台湾通发嘅产业。故说有将涉犯先生来台演讲，开拓学生嘅眼界。我希望本学生有认识一个开发有认识一个视野，然后有一个新嘅见解，唔系讲啊通发全部将晓得做3D皮克斯、迪士尼嘅方式啦，还有另外嘅选择。报告表示，处理高速总总监是出版本土漫画《绿队风云传》上铺局，特别致力提朝通化天然迈进。也办有将示范线上演讲，做在同学生的同时吸收专业的知识，精进通化制作技术，希望做在做出属于台湾的通化风格。下个新闻，潘世旺评论报道。